美综合报道，中国女星高圆圆长相甜美，气质满分，和赵又廷结婚后感情恩爱，是演艺圈中的恩爱夫妻，与她一样是女神等级的舒淇婚姻也相当幸福，平时二人并无太大交集，但却被一张合照中合体，让粉丝直呼是世纪大同框。中国女星孙嘉玲日前 PO 出一张引有人们的合照，再细一看，其中的两人竟是舒淇及高圆圆。只见舒淇戴住烤漆色的帽子，身穿绿色上衣，坐在友人背后俏皮的做出捶背手势，高圆圆则是秀发披肩，看起来仙气十足，并将双手戴在友人的手臂上，白皙的纤纤玉手成为大亮点，两人都是素颜入镜，皆对镜头露出甜美笑容，女神气场十足，如此难得的组合也让孙嘉玲笑说是世纪大偶遇，粉丝们看了表示真女神就是不 P 图也很美，都是高级长相，而坐在中间的男性友人也被疯狂逼问到底是谁，上辈子不知烧了多少，好像韦小宝的概念吗？高圆圆又与舒淇都是女神代表，凡是自高圆圆、舒淇微博、舒淇中后与高圆圆又素颜同框，凡是自孙嘉玲微博、自由时报电子报提醒您未成年请勿饮酒，酒后请勿开车，自由电子报关心您吸烟有害健康。高圆圆、左与赵又廷感情恩爱，普拉家提供。